好，欢迎收看唐家论股，我是杜真林。产品组合更动，折旧费用走高，以及汇率走势不利，拖累意大利美商 Inari Amatron Berhad 在2020财政年次季少赚 31.95%， 净利达3784万5千令吉，并派息每股1仙。首半年净赚8521万5千令吉，比上一年少了26.05%，营业额跌7%至5亿8204万令吉。首半年核心净利跌25.3%，只是达到达证券和市场全年预估的40.3%和40.5%。较低的销量表现和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的冲击，促使行家把今明后三个财政年的销售预估下调8%至15%，盈利预估也跟着砍19%至20%。目前大马和菲律宾业务不受影响，只有贡献营收少过10%的中国昆山厂房面对劳工短缺和物流中断的挑战，行家降低目标价至1令吉46仙，建议卖出。